来跟我们大拜年。拜托，拜托，谢谢，这个靠山就是花莲的乡亲，我要跟大家讲，这一次我如果应该不是如果，我一定胜利。好，我这次的胜利就是花莲乡亲的胜利，因为他不是靠着中央的行政资源，更不是靠着地方的行政资源，完全没有行政资源介入，就是乡亲的力量把所有的枷锁一次打破。我希望花莲乡亲跟着我一起把花莲加在花莲乡亲不正常的枷锁，不管是中央的、地方的枷锁，一起打破。我们花莲乡亲站起来了，我们花莲乡亲改变的时刻到了，一起跟着我，把这场选战打赢，把花莲所有加诸在我们花莲乡亲上不正常的枷锁全部解掉。黄启坚，斗顺。黄启坚，斗顺。启坚，斗顺。斗顺。